现在到澳门住酒店真的非常划算了。我住的这个酒店也是五星级的，叫雅城酒店。以前叫什么？叫那个金丽华酒店。房间挺大，你看那个洗手间也挺大的。这里有鱼缸，那边还有，这边还有淋浴。这下面还有冰箱，这下面还有冰箱，整个房间还挺大的。这是一个2米的床啊，2米乘2米的床。这里有一排衣柜，这里面还有保险箱、电视，里面节目挺多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办公的地方，桌子挺大的，在这里上网挺好的。这里还有一个躺椅，整体这个房间可能有30多个平方吧，室内面积。今天是一个阴天，这里都能看到海。你看，整个澳门很小啊，基本上可能在酒店都能看到海吧。这边是一个那个赌场，现在这个房间多少钱啊？现在才90块钱一个晚上。真的是90块钱一个晚上啊，真的是太划算了。现在到澳门来旅游，真的是白菜价，白菜价。你们那里冷不冷？不冷。这是酒店旁边的一个副楼，这里有很大的泳池、儿童中心、健身房都是免费的。儿童中心每天只能免费2个小时，其他的都是不计时的。这个大楼就是这个雅城酒店，泳池啊，是健身房，滑梯，你看那个，但是那个滑梯太大了吧，你们不敢吧？好高啊！你敢吗？我也敢。那么高一个滑梯，然后这边那个是温泉，这个，哎，不要乱跑哈，掉下去啊！这个是温水的，这有的。妈呀！这个泡一泡很舒服，按摩浴池。这儿童中心在哪里？不是，有拿这个吗？这里是儿童中心。哇，有拿地，这里有拿地。可以玩2个小时。还有各种活动啊，还有各种儿童派对。这里还有旋转木马，哇，秋千、滑梯，滑梯设施很齐全啊。还有那个滑梯。对对对，还有单车。还有跷跷板，当初是的吗？还有这个里面。这个里面东西更多，还有蹦床啊！我想要鸡。可以把小孩放在这里，他帮你照看都可以。妈妈来玩吗？爸爸。吃完再来玩。好吧。他是访客每小时收费85，酒店客人每天免费2小时。吃完饭再来吗？还有工作人员帮你照看，挺好的。爸爸。哇，这个酒店挺大气的，在澳门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。还有这么大一个草坪啊！当然，他那个订酒店啊，就是现在他是有一个澳门旅游局的一个活动，就是每天有那个5折券，你要先在美团或者携程上面每天去领那个券啊，每天都有。实际上，那个现在去澳门人太少了，随时领都有那个5折券啊。然后你领了5折券以后，你看那个酒店的价格啊，就是5折再打5折啊，基本上都是五星级，就是几十块钱都能住到。一般好一点的五星级可能100-200吧。哪里都要走。这个坡还挺斜的。哪里都要。哪吒庙斜向。爸爸，我想到哪里都要走。
为了找一家吃饭便宜的地方也不容易啊，走了将近2公里啊。这个山坡太难了，以前这里应该是个庙啊，那吒庙。哦，好像是这里边吧，这里面。乱扔垃圾罚款600哦。哇，这种小巷子里面吃饭便宜，哎，剪头发50，那比国内还便宜哦。小孩40，48、32，那国内剪头真的是便宜，要太贵了。国内，人家澳门人均 GDP 8万美元，剪头发还比国内更便宜。为什么还没到呀？到了，到了。哪里到呢？可能在那个巷子。他那边前面都没路了嘛。哎。金玉满堂。哎，现在那个图又不对了。太难找了，原来就是这里，金玉满堂。在一个斜坡下面啊，一般人真找不到。哇，幸好还有座位啊，刚好还有一个座位。椒盐猪手，哎，这个多少钱一个？65。这个炒素菜吧，这个38。分量好像还可以。鸡多少钱？56。一整只鸡啊，只是比较小而已。在这里来找冰淇淋。找冰淇淋是这里吗？哇，这里，这大三巴那一带，这条街叫关前街。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小店。这地板都是这种。好不容易找到这家啊，已经关门了。没有冰淇淋。我看见那里水果。没有，要不要买点那个橙子吧？那个是，这个是橙子，这个都知道。橙子，这个是5块钱一个是吧？哦，对。这25一包。美国青提是吧？买一个嘛。这澳门的物价、啊，你看那个水果。3.9哦，相当于是41公斤，21斤，21斤，相当于人民币的是8折嘛，16块钱一斤，合理。挺便宜啊，这个在国内要卖多少钱呢？车厘子，车厘子要卖几十哈，好几十。哎，那个番石榴呢？36，有没有你们那边便宜？11一公斤，相当于是5.5一斤，差不多了，相当于4块钱一斤，那跟你们广东价格差不多啊，36，4块一斤。
那价格都挺便宜的。这是一个小超市，来来超市，这水果都不贵啊，比想象中便宜多了。原来它那个新奇士橙6.5一克，6.89，相当于5块钱一个吧，人民币。这么大一个新奇士橙，确实不贵啊。这个也相当于4块钱一个人民币。苹果，富士苹果。这里给小孩买的牛奶，28，看着比国内的贵哈，但是我们看了一下它这个，你看那个蛋白质含量7.7克，国内的一般3克吧，它这个7.7比国内的要高1倍还多。那个钙的含量也是272毫克，国内的一般才100出头，也是高1倍还多。所以它虽然看似比国内的贵，但实际上这个喝一杯牛奶比国内的2杯营养价值还高，所以还是挺划算的，并且味道特别好喝，两个小孩就特别喜欢喝这个奶。